里是使用的这个 Lubricant Oil 水油光泽，它不是油哦，它这个不是油，它是滋润保湿的，这里是没有涂的。接下来用这个 Oil Spray， 这么也是示范的冰。现在我们等几分钟，等成分这些成分里面成分被吸收的时间，看到吗？这里是没有涂没有使用的，这边是零，涂了这个，然后刚刚喷了这个，看到分别吗？但是已经使用了这两个，然后这边是没有，还没有使用的。看光泽嘛，这样是发亮发亮 bling bling。